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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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、我们今天在桃园，在我们学妹丽珠这边做客，她请我们吃泰式料理，他们在这里有民宗过来跟学厨娘琼瑶，还有我们最可爱的芳玲，还有我们主文丽珠魏医师，还有桑妈。点喽，好，拜拜。你放我老公不吧？放老公。